水洛，水洛，是你吗？你等等我，水洛。陈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？你真的在这里啊？刚才我去你家找你，没找到你人，然后我在那边遇到你的一个邻居，他说你在这边捡柴，我就过来了，没想你真在这边。你怎么一个人背这么多啊？今天下雨吗？不是，你要不放下吧，我帮你吧。哦，没事没事，这两天也快过冬了的嘛，而且家里没什么材料，准备多点点回去放。我帮你背吧，我帮你背吧，这很重的吧？没事，一个人背也背不习惯，我一个人都习惯了的。哦，那怎么你一个人呢？你爷爷呢？爷爷这两天感冒了，而且加上这两天下雨吧，风湿病那些，就要在家休息两天。在家躺着呢吗？嗯，对。那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没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哎，三哥，你今天上山来干嘛？哦，我刚好就路过这边啊，然后我就说来看看你，来找你玩嘛。这两天没看到你了，我还是想你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对不起啊，师生哥哥，我今天可能没什么时间，等一下还要回去照顾爷爷。你要回家照顾爷爷吗？对，今天是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没有啊，我就是过来，没什么事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，就爷爷在家还在家躺着呢，我得回去看看。那水洛，水洛。那要不我跟你回家一起去看看你爷爷可以吗？也行，走吧。好了，那行，那我帮你扶着，我帮你扶着可以吗？哎，水洛，终于到了，你累吗？咱哥哥，你先坐一下吧。好。采访了。好。这小姑娘可真勤快呀。你还要干嘛呢？我帮爷爷兑灵药，感冒药。感冒药吗？对。哦，好。孙若，爷爷应该没什么大碍吧？身体？没什么事，其实都是些老毛病了。刚刚他说跳跳也没那么疼了。没那么疼了吗？对。哎，石亮哥哥。哎，什么了？你今天空不空？可以麻烦你一件事吗？我吗？我有时间啊，肯定啊。水洛，你叫我都有时间。就是现在家里爷爷的药也差不多快吃完了，就可以麻烦你带我去县城买下药吗？去县城吗？有啊，有时间啊。我可以开车，我车在外面。可以带你去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吧，走吧，走，没事的。谢谢你的时间，哥哥。没事，都没问题，走吧。我车就在路外面，走吧。太麻烦了。没有，走吧。先给爷爷买药，中药一点，可以吧？走。水洛，是这个药店吗？是这个。就是这个吗？行，那走吧。水洛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，就有时候看到爷爷风湿犯了，他就疼的样子，我就很心疼。你很心疼吗？那别哭，没事，这药不是都买回来了吗？爷爷吃了肯定会没事的，肯定会好的，知道吗？别哭，来，擦一下眼泪，先别哭了，可以吗？嗯，没事。爷爷用了肯定会好的，啊，水洛。别哭，别担心，可以吗？干嘛，三哥，这么晚了，
要不就去我家吃了再走吧，因为今天真的也太谢谢你了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就不用，我回城里还有一点急事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就先回城里吃饭，过两天也可以吗？是吧？嗯，那也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好，可以。慢慢慢慢点啊，水龙。